心讨耶稣真是甜美，只要心讨主恩典，只要站在主应许上，心靠主蒙福变。耶稣耶稣何等可靠，多少世上已证明。耶稣耶稣宝贵，耶稣愿我心心更坚定，心靠耶稣何等甜美，只要心靠主宝血，只要凭着纯义信心，能洗罪无白如雪。耶稣耶稣何等可靠，多少世上已证明。耶稣耶稣宝贵，耶稣愿我心心更坚定。各位弟兄姐妹和亲爱朋友，大家平安，感谢主，我们继续来分享神的话。今天和大家分享《生命粮》第79集，耶稣开讲，耶稣开讲。我们看圣经啊，也常常提到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去宣讲天国的福音。那我们来看三处的经文来记录啊，记载耶稣他的开讲，也就是他所行的啊。我们来看《路加福音》第11章29-30节，当众人聚集的时候，耶稣开讲说，这世代是一个邪恶的世代，他们求看神迹，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，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。约拿怎样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，人子也照样为这世代的人成了神迹。另外在路加福音第12章1-2节，这时有几万人聚集，甚至彼此践踏。耶稣开讲啊，先对门徒说，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，就是假冒为善，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，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。彼得前书第4章7-11节，万物的结局近了，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。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，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。你们要互相款待，不发怨言，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若有讲道的，要按着神的圣言讲；若有服侍人的，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，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。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好，我们刚刚看到路加福音哈，两处的地方都记载到耶稣开讲，耶稣开讲，耶稣开讲讲什么呢？主要是教训众人，也教训门徒，也教训了法利赛人啊。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去教训人，宣讲天国的福音啊。他有时候对好几万人讲，有时候对好几千人，有时候他有个人的谈道啊，有时候他对撒玛利亚妇人啊的井边的谈道，他也对尼哥底母来论重生啊，他也对少年官啊，还有对玛利亚和马大啊，他对姐妹到他家里面去谈道，他甚至也到税吏撒开的家里去坐席，也是对他们传福音。所以看到耶稣总是把握许多的时间，走遍各城各乡去开讲、去讲道、去教训人。我们看到耶稣是何等的重视。保罗说，无论得时不得时，都要传福音。耶稣本身就是很好的榜样。我们看到四福音里面就记载到，耶稣他走遍各城各乡，他喜不暇暖的，他天天在教训人，天天在教训门徒，天天在讲道、讲悔改的福音。那今天我灵修的时候呢，我读到马拉基书第3章16节，这里面有一句话非常，我觉得非常宝贵、非常奇妙，就是耶和华神侧耳听啊，耶和华神侧耳听。那这个侧耳听在原文里面有留心倾听，或是垂听的意思哈。
那么耶和华到底侧耳而听，听什么呢？这里经文里面提到说，敬畏耶和华的人，他们彼此在谈论。那这些敬畏耶和华的人在彼此谈论的时候，耶和华就侧耳而听，耶和华就留心的倾听、垂听。我想这些敬畏耶和华人，他们彼此在谈论的时候，我想不是在谈一些是非八卦啊，也不是在批评论断人，也不是在闲言闲语啊，匪长流短啊，讲那些非常没有营养的东西。我想这些敬畏耶和华人在彼此在谈论，那耶和华神在垂听、在倾听、在侧耳而听，听他们讲什么呢？我想这些敬畏耶和华神的人，他们彼此在谈论的时候，也一定是用神的话语彼此来劝勉、彼此造就，或者这些敬畏耶和华人，他们就在讲神的道，或者在讲福音，向人传福音，或者在讲用圣经彼此来坚固、彼此造就，或者是彼此来分享神的话、分享神的恩典，或者向神赞美、歌颂或者彼此祷告。那像这样的祷告，或者向神的歌颂、赞美，或者用神的话来彼此造就、劝勉，或是向人传福音，或向人讲道，我想我们耶和华神都是喜悦的。耶和华神必要垂听啊，必要侧耳听啊，必要留心倾听。所以感谢主，我们服侍神的人，我们做一个传讲神话的人，或是讲道的人，必要蒙神赐福。同样在马拉基书同样一节经文三章十六节里面听到，耶和华神在他面前有纪念册，纪念那些敬畏耶和华和思念耶和华名的人。所以敬畏耶和华神的人，他们彼此谈论，耶和华神是侧耳在倾听、在垂听。不但如此，耶和华神还要纪念、还要赐福，而且会在纪念册上记录下来啊。我们为神做工，服侍神，我们来传讲神的话，我们来讲道啊，跟耶稣一样到处开讲，神都会纪念，而且会记录下来。像耶稣基督，他到各城各乡去传福音，感谢主，有门徒就把耶稣基督他到各城各乡传福音，记录在四福音里面，让我们后世的人都可以借着读四福音、读圣经，我们来了解耶稣的教导。同样，我们来传讲神的话，我们对人讲道，我们的神也是一样，不但侧耳听，而且他会在纪念册记录下来我们所讲的，我们为主所摆上的。感谢主的恩典。所以我们在神面前，我们要学耶稣一样，我们要刚强壮胆的来开讲、讲道、传讲神的话，要像保罗一样放胆传讲神的道。我们再看彼得前书第四章七到十一节，我们刚所读的啊，这里讲万物的结局近了，就是末日近了，耶稣快要再来。那我们要怎么样呢？我们要在神面前要警醒祷告，要谨慎自守，而且要彼此相爱。我们要照每个人神所赐的恩赐啊，彼此服侍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恩赐，每个人恩赐都不同啊，有的人有讲道恩赐，有的有唱诗的恩赐，有的有探望人的恩赐，有的人有为人祷告的恩赐啊，有人有服侍人的恩赐，各样的恩赐在神面前主都是喜悦的。人有愿多的心，必蒙神悦纳。我们在主面前要彼此服侍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啊。这里面彼得前书第四章啊第十一节特别提到很重要的，神给我们恩赐啊，有讲道的人，还有服侍人的人。那讲道的人呢，神所看重的，讲道的人要像神所说的啊，要对像圣经所说的，要按照神的圣言来讲。讲道的人要像耶稣一样到处开讲，要放胆传讲神的道。感谢主恩典，求主加给我们力量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做讲道的人。那假如说你不做讲道，就要做服侍人的人。服侍人就是服侍神，你若坐在一个小弟兄身上，就坐在主的身上。那讲道的人呢，我想每一个人其实都可以来操练，都可以来成为讲道的人。但讲道人，我想不是每一个人啊，神都有特别给他的拣选恩赐，可以成为一个大播道家、大培灵家。讲道的人，我想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站在讲台上讲道啊，像神有特别的恩赐拣选。
但是讲到呢，我们也可以说是什么呢？分享神的话，好，就是用神的话语去造就人、勉励人、劝勉人。就像马拉基书里面所提到的，那些敬畏神的人彼此在谈论，彼此谈论，耶和华神就侧耳而听。那彼此谈论什么？就是谈论神的话，用神的话语来彼此造就、劝勉人。照样，我们可能不能成为一个大布道家、大培灵家，我们可能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站在讲台上去讲道，但是我们呢，可以在神面前操练，我们可以用神的话语去鼓励人、帮助人、造就人。啊，就像马拉基书那些敬畏神的人彼此在谈论，用神的话语彼此造就、彼此劝勉。我们也是一样，也可以用神的话去造就人、鼓励人，也是可以成为一个讲道人。求主加给我们力量，我们靠着神所赐给我们力量，靠着神所加给我们力量，我们凡事都能做。让我们跟耶稣一样，像耶稣一样到处开讲，愿神得到荣耀。阿们。耶稣，耶稣，何等可靠！多少世上已证明，耶稣，耶稣，宝贵耶稣，愿我心。